桂圆，这是历史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，2001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里面不可以拍照，所以说给各位看一下外头就好了。也不可以搞直播。好，在门口拍一张，留作纪念。桂圆是需要事先预约，我们没有预约，但是跟工作人员讲了一下，他觉得我们是来自台湾的，就直接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。同时呢，也跟他协商是否可以拍照。经过工作人员的同意，他说可以拍照，才有后续这些照片。当中照片最珍贵的是我有拍到毛主席跟蒋委员长一起合照的照片，这个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照片。
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，就是阿周先前提到非常非常珍贵的，就是毛主席、蒋委员长一起合影的照片。这在历史上是很难得可以看到的照片。刚刚在桂园那边呢，进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没有预约，那工作人员很亲切的就说，只要那边登记一下，他就让我们进去了。那所以说，你只要跟他说来自台湾，他们都很欢迎，那就让你直接登记完后就可以进入里面。同时呢，里面是不可以拍照摄像，工作人员允许我，就在里面可以拍照。那我也都拍一些照片让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景点就在正前方不远的地方，我们就往前走了。